看那忍者快要抓到胖子的时候，对吧？把那头打打打，磕几下，来一下那个这种呗。揍他！别咬我！哈哈哈哈哈！还有就是握枪。开灯！哎哎！什么东西？哎哎哎！你！哎哎哎哎哎！去去去！哎哎哎！小哥！别！着急嘛，一会他们不是已经斜上方看着你的你招娃娃嘛，看着这个状态，那个火嘣情况啊越来越冷，他们都觉得感觉嘣的一下比跟连是一个挺冰点这就对了，啊的一下那一瞬间的同时他的反应那一瞬间就进来砰再抓进去，是不是啊？你看啊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